铺9月4日讯，根据克利夫兰老实人报记者 Java Dome 的报道，一位骑士的消息人士透露，三名骑士球员将参加这个月的世界杯资格赛。这三人分别是特里斯坦·汤普森加拿大、杰迪·奥斯曼土耳其和安特日玉奇克罗地亚。一位骑士的消息人士透露，乔丹·克拉克森预计不会为菲律宾出战世界杯资格赛。上个月，克拉克森代表菲律宾出战了亚运会。多位消息人士透露，骑士预计不会在训练营开始前举办只有球员参加的训练。2017-18 赛季常规赛，克拉克森场均上场 23.3 分钟，得到 13.9 分、2.7 篮板、2.7 助攻。日日奇场均出场 6.6 分钟，得到 3.7 分、1.9 篮板、0.2 助攻。汤普森场均上场 20.2 分钟，得到 5.8 分、6.6 篮板。奥斯曼共出战61场比赛，场均出场 10.9 分钟，能得到 3.9 分、2篮板。Vote 495965 Vote 编辑李超龙。